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经文第四行看起。无根庄严故，身心坚固，精勤非懈，常无迷妄，其然调顺，断诸烦恼。这一段是说，如果我们将十善业道落实在五根，就能够得到下面四句的殊胜利益。身心坚固，我们现在修学迫切需要的。精勤不懈也是我们向往的。常无迷妄，这是智慧现前。既然调顺，这是真实的功夫。这个果呢，是断一切烦恼。五根有五种啊。所谓是根，什么叫根？世尊在此地是用比喻说的，如同植物，它有根呢，它就能够抽芽，它就能够成长、开花、结果。那么佛说呢，信、尽、念、定、慧，这个五条是无上菩提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个根，我们怎么修都不能成就。这五条啊，是有顺序的，有先后次第的。第一个就是信，第二个是精进，没有信哪来的进？没有进呢，哪里来的念？所以由此可知，华严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呢，这两句话说的有道理啊。说的一点都不错啊。那么念佛，古来的祖师大德跟我们讲，净宗三个条件，叫三资粮，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不具足，纵然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只是给西方净土借一个善缘，这一生呢，决定不能往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这三个条件呢，第一个就是信，第二个是愿，第三个是行。所谓行，就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老实念佛。古人有说，老实念佛是正行，断恶修善是助行。
这个话讲的也有道理啊。可是更重要的，莲池藕益大师都教导我们正足不二，正足双修啊，不要把这个助修啊看清的，我们才会有成就。三字两第一个既然是信，信什么？教下一般说，信住地理，信人要欲啊，与一切真理。这个地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真理啊，真实的道理啊，你要相信啊。信下面一个叫人，人这个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肯定啊，我信了，但是还不能肯定，这个信不能算是根啊。你有信，这个信没有根，不但要肯定啊，还要爱好啊！你相信了，你肯定了，啊，你不喜欢它，那有什么用处呢？啊，到了很喜欢了，很喜欢要不能把它落实，还不叫做根啊！所以幕后有个欲啊，欲是欲望啊。把它变成自己的欲望啊！你说我们今天以净土来说，我们信阿弥陀佛，我们信极乐世界，我们信之后我们心里肯定爱好，确确实实变成自己的欲望，我一定想生极乐世界，一定祈求清净阿弥陀佛，这个信才叫有根啊！如果没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想求生、想亲近阿弥陀佛，你这个信没有根啊。虽有信没有根啊，由此可知啊，古人讲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我们不就明白了吗？啊，为什么往生人少啊？念佛法门的人我们知道啊，他都信，但是能不能肯定呢？不一定啊。举最明显的例子来说，我们今天修净土以无量寿经汇集本 啊，在台湾在中国有一些人对汇集本提出质疑，于是很多念佛人信心动摇了啊，那就是他有信他没有人，那下面两个字当然更没有了啊。如果没有别人，提出异议，也许他这个信慢慢能够培养成，哎，也能往生。啊，这些提出异议的人呢，把这些人的善根破坏掉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些人破不了佛法，啊，也破不了善根深厚的人，只有善根薄弱的人呢，
那被他全部破坏掉了。啊，因为善根深厚的人，他有根呐、啊，他性有根呐、啊，他不会动摇。啊，说得再有理，他也不会动摇。啊，你想善导大师在这个《观经四帖书》上品上生章里头所说的，啊，汇集所揭露的经文，字字句句是佛说的，不是汇集这个人说的。啊，字字句句都有来源，都有根据，啊，都是依据五种原译本揭露下来的嘛。啊，那哪里有错呢？啊，假如我们对汇集本真的产生怀疑了，啊，我们可以不用这个汇集本嘛，我们采取原译本嘛。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所以佛度众生不是一个法门呐、啊，无量法门呐、啊。佛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呢？为了适应众生的根性啊。那么哪一样哪个法门适合我的根性呢？我看了能生欢喜心，我能看得懂。这个对我就有缘了，对就能够契合我的根基了啊！所以现在世间流通的无量寿经啊，译本汇集借教啊，总共有九个本子。九个本子多好啊！要记住啊，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汇集是佛说的，即使不是佛说的，只要符合佛的发音，佛通通承认他是佛经。你看看佛的心胸多么开阔啊！所以诸位都知道啊，这个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佛只是五种里头的一种啊，啊，有弟子说，有仙人说啊，只要说的符合佛的发音啊。佛的发音是什么呢？这我们同学都知道啊，小乘三发音啊，无常无我涅槃。大乘一发音实相啊，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他所讲的是宇宙人生真相，诸佛如来所说的也是宇宙人生真相，那怎么不是佛经呢？佛教我们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信心是我们自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德。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
性德不能现前的。佛菩萨来帮助我们，启发我们，让我们恢复性德，帮我们明心见性，于是我们才真正能够体会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理性根是从这个地方生的。凡夫之人，佛常讲，上上根人，他烦恼轻，智慧长，对于佛所说的，他一接触就能够深信不疑，上根。另外一种呢，下下根人也有好处。他虽然没有智慧，他是真的过去生中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他遇善知识教，他深信不疑。我们一般讲老实啊，所以下下根人是指老实人，他不怀疑，他相信老师，相信老师有德行，有智慧，相信老师决定不欺骗众生，所以对老师的话完全相信，没有一丝毫疑惑，这种人又容易成就。我们读书看到书本记载过去的修行人，如果我们留意看看眼前周边的这些修行人，真正有成就的，修其他的法门我们接触比较少，修净土法门呢我们接触比较多。你看我们看到很多往生的瑞相稀有啊，再仔细打听观察一下，这些人都是老实人，都是对于经教深信不疑，依教修行，他才会有这样殊胜的成就佛家常说三转法轮呢，这些人的往生，这些人的成就，叫做正转。他给我们做了证明，最近这一个往生的是去年八月间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往生。他八月初七往生的，三个月之前他就预知时至，三个月前呢，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八月初七，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家里人看到也不敢问他什么意思，八月初七那一天往生，三个月之前晓得。
啊，这个往生的瑞相，我们亲眼看见的。他的一些冤家债主，到我们居士林念佛堂，附在一个杜居士的身上，这个也大家都见到的，附在杜居士身上，说他是这个。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啊，他们看到老林长念佛往生，非常赞叹啊，不但不找麻烦呢，很欢喜，要求到居士林来皈依啊，来求皈依啊。要求到居士林听经啊，所以居士林的二楼跟一楼啊，装上了电视，24小时播放讲经的录像带，那不是给人看的啊，那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要求的啊，日夜不间断。放给他们听的啊，那我们如果要不好好认真去修学净土，真的连鬼都不如啊！啊，这个是最近的事实真相啊，所以佛法修学。能不能有成就？你成就有多大？关键在信心。你的信心越坚定，你的成就就越大。如果你信心呢，有了问题，半信半疑。你在这个法门不会有成就，不仅是净宗如此啊，佛法无论哪个宗派，无论哪个法门，没有例外的，都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信心比什么都重要而信心确确实实很难建立这个与过去生中所修集的善根福德因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成就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过去生中有善根福德，这一生中遇到很好的机缘那么这一生当中肯定成就你遇到真正善知识对善知识的教诲深信不疑依教奉行真正从信到肯定到欢喜接受到落实在自己生活行持当中这个信才有根根它才能够生长这个生长是长道心菩提心增长了
净宗所具有的是无上大菩提心，这是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所说的。坚定的信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是无上大菩提心。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扎根，从这个地方啊，认真修学。为什么别人能信，我不能信？为什么别人不怀疑，我怀疑？多去想想啊！追随说古来的祖师大德，近代的人，印光大师。明末清初的时候，莲池大师、欧耶大师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效法。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经文第四行，五根庄严故，身心坚固，精勤非懈，常无迷妄，即然调顺，断诸烦恼。跟第一个是信，昨天跟诸位介绍过了。第二个是静，精进。那么从这些地方呢，我们能够觉察到四神足里头有精进，五根有精进，五力了也有精进，七觉知里头也有精进，八正道里头也有精进。那么由此可知，佛教里头任何一个名相，它在哪一个不同的地方，它就有不同的解释，绝对不是一样的解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这个根的精进跟力的精进呢，当然是不相同的，如果相同，佛何必分这么多科目呢？三十七道品就分成七个科目，由此可知他说法不一样。同样的一个道理，佛说布施，布施说的多了，持戒说的多了，你也要清楚他在哪一个科目里面解释不相同。你懂得这些原则原理，我们为别人讲解，自己修学就会很清楚，真正能得受用。这个五根净根是精进的根，那么照古人的这个说法，
他是信诸法故，啊，悲恻精进。这个意思不难懂。对于佛所讲的一切法，你真正能相信？啊，这信根确立了，啊，但是这个信要有根，它是有四个层次的。啊，如果我们今天讲信佛，在家出家的佛教徒都信佛。有没有根呢？没有根。啊，所以这个信，绝大多数是属于迷信。啊，什么叫迷信呢？佛是什么？教是什么？佛教是什么？他都没有搞清楚。啊，他看到佛像、菩萨像，他会拜，啊，他也很虔诚，啊，但他什么都不知道，啊，把佛菩萨当鬼神看待，啊，他为什么要来拜呢？他来祈福，啊，希望鬼神能够帮助他，啊，把佛菩萨当鬼神一样看待。啊，佛神鬼不分呐，啊，这个就是流于迷信。所以，过去一些大德们提倡正信。什么叫正信？把佛法的这些道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个心叫正心，啊，有理论做根据的，这就不是迷信，啊，正心是有别于迷信，啊，可是那个信，正心的佛教徒，他有没有根呢？不见得。那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现象，他学的很多，学的很杂，学的很乱，可见的他没有根。啊，他如果有根呢，他会有受用。啊，有根必定是一门深入，长时间的熏修啊，啊，这叫有根。这个道理要懂，所以这个信要有根。他讲了四个层次是非常有道理。第一个要信，第二个要忍，啊，忍这个字，用现代的话来讲，肯定、决定没有怀疑，啊，忍是没有怀疑。有些人信，他有没有疑惑？他有。啊，疑没有断呢，那只在信，没有到忍。啊，到忍呢，这个疑断掉了。疑虽然没有了，肯定了，你喜不喜欢呢？啊，世出世间法太多了。啊，你在一切法里面，你到底喜欢哪个法？啊，有人喜欢明文利养，有人喜欢五欲六尘，有人喜欢财富。啊，那你对于佛法喜不喜欢呢？你喜欢的程度又如何呢？今天法师在这里讲经，你说你喜欢佛法，
那一边有个人告诉你，你今天到那边去可以赚100万美金。哎呦，赶紧到那边去了。你这个欢喜是在财富上，不是在佛法上。这过去李炳老常给我们讲那一边说你去一下可以赚100万美金啊，他也不去。我要闻法，这才叫真的乐啊！可见的难呐，那个心要有根不容易啊。决定呢，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你这个心才有根。欲是什么呢？欲是在法里头得到乐。我们常讲法喜充满。所以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心有没有根？心没有根呢，精进就没有了。怎么可能会精进？必须心要有根了。他对这个佛法，他自然就会精进，所以精进也有根了。五种根具足啊，佛菩提道上啊，就会往前面精进，不会退转。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看《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还是从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身道修，那是什么？前面三颗你具足了，你要晓得前面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有这个基础才有根。我们前面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三颗基础，你说有根，这根从哪来呢？前面三颗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四念处是看破。四正勤是断我修善，积功累德。四如意足是放下，这样念佛才能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修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十道。诸位要晓得，37道品不完全局限于小乘，它是佛门里面的共同科目，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它完全是通的，你看天台大师讲37道品，他老人家讲的就是以藏通别圆，藏教的37道品是小乘，通教是大乘，别教37道品，圆教37道品。那么在这个华藏世界、极乐世界是圆教的37道品。由此可知它的境界不可限量。我们学佛如果不扎根，这怎么行呢？根要怎么扎？决定不要忘了十善业道。这个37个科目里头，每一个科目里面都包括了圆满的十善业道。而且31这一个科目里头，每一个科目都圆满包括其他的
36个科目，少一个科目，你的修行就不圆满，就有欠缺，这是大经上常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修学才有个下手之处。你能有这样的信解，有这样的认知，你自然会奋发努力精进，不需要人督促啊。为什么呢？有大利益了，有大受用啊。总得要晓得这个道理精进你比平常人加倍的精进，为什么呢？心心希求着大圆满、大自在大解脱，人自然精进了。这个世间，明文理扬，五欲六尘，自自然然会舍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呢？深深的通达明了，这些东西是我们的障碍。障碍了菩提大道。障碍了我们明心见性，障碍了大开圆解。你只要有丝毫的执着，那就是麻烦。这个精进做些什么呢？还是前面所说的。看破放下，断卧修善，要在这些地方真正下功夫，思念出观，那是慧智慧，确确实实明了，无常苦空，这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无常苦空啊，这是世间的，不但六道如此，十法界也不例外，因此对于六道十法界没有一丝毫贪恋，在这个里面，就像诸佛菩萨示现的一样，随缘度日。顺境很好，逆境也好。顺境放下贪爱，逆境放下嗔恚。他能放得下了。为什么能放得下呢？事实真相明白了，他看破了，所以他能放得下。
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断卧修禅，啊，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清楚，凡是利益自己的都是我。为什么？增长我执。啊，换一句话说，增长贪嗔痴慢，这决定是我。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啊，这是善恶的标准。修道人绝不求自利，啊，念念利益众生。啊，我们修行为众生，怎么修行为众生？为众生做个修行的榜样。我们成佛道为众生，何以成佛道为众生？成佛道之后能广度一切众生，啊，所以我们修行正果不是为自己，啊，修行正果为自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什么原因呢？六道轮回是我这个念头变现出来的。金刚经上讲的我见呐，啊，我见不破，怎么能超越轮回呢？啊，那我们无始劫来，这个我见我相。严重的执着，想放下都放不下，起心动念还是有功夫，这个事情麻烦了。啊，我执不破，出不了轮回。啊，证不了圣果，啊，这个圣果是小乘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你没办法证得。我们要想真正成就，不在这里下功夫，怎么行呢？啊，功夫应该怎么下呢？啊，往年李老师教给我们，啊，换心呢，啊，这个心怎么个换法？实在讲，他讲的换心就是改变念头。啊，过去念头啊，起心动念总是我，我总是第一，现在起心动念的时候是人，不是我。把这个念头啊转过来，就叫换心，就是换一个念头，从这下手。啊，起心动念决定不为自己想。啊，起心动念呢，一定是为一切众生去着想，这个才行啊。如果我们不肯这样做呢，这一生要想脱离轮回难了，啊，要想教化众生呢，那就更难了。啊，幸亏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他立的这个净土法，我们自私自利念头不邪也能完成。啊，我念佛是为自己也能完成，这个法门了不得了。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
可是怎么样呢？我没有忘掉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什么时候我放下了啊？我相、我见没有了，你才能够提升到方便有余土啊。这个是净土法门的特别方便，所以称之为特别法门。修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但是我执我见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虽然没有断掉，经典祖师大德都教给我，你要能扶住你才能往生啊。如果临命终时你这个私心啊、自私自利的这种分别执着还很强，你不能往生啊。在最后这一招的时候把这个扶住了，就是没有想到自己啊，这个时候没有想到自己，你才能往生啊。那么由此可知，我见跟我相啊，连求生西方净土都是一个大障碍呀！啊，如何扶断呢？这个不是灭断，是扶断。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见阿弥陀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之后，道家慈航广度众生，这叫福啊，这个没有断呐 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然后你才晓得怎么去用功，怎么去精进啊。当然最好现在现前我们的功夫就得力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就做扶烦恼的功夫啊。金刚经上啊，云何降伏其心，什么心呢？自私自利的心啊，分别执着的心要降伏着啊。降伏的方法三十七道品就是前面三课啊，念出正情四如意足啊，你不用这个方法难啊。啊，这个方法用的对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做功夫就非常顺利啊，进步自然就很快速啊。这个经教一展开啊，意思你能够通达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今天经教展开，意思为什么不懂呢？啊，不但你看不懂，详细给你讲你也没有听懂，甚至于错会意思啊。原因都是在没有放下自私自利啊，这个念头一定要转，然后才谈得上净根啊，你的精进就有根啊，你自然会加倍用功。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这一条啊。